们直接进广场，进那个进站口那。啊，好，别看了。走这里，走这里，走走走，走。都带着身份证了吗？没带着。过去质证去，还有半小时。身份证号你们都写一下，我们拍过去给你们质几个证。我知道你疼，知道你疼，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走，咱走。走，宝贝。咱提前上去。你就平着抱着他。平着抱。还有这孩子的户口印什么的，你们都带着吗？太好了啊，到时候那个住院的时候还得需要了。你给多照顾照顾吧，行吗？这小孩确实，哎，行，多受累吧啊，好嘞。